在我的儿子沈春醒来之前，你一定要好好保护好沈亦臻，不能让他出任何差错。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，知道吗？ 为了买画画的工具，走进了画具店，然后要找一个不受干扰、能够自由涂鸦的地方，还有留下遗言后。 小俊啊，这些是你画的画吗？你画的真好，姐姐也特别喜欢画画，可是姐姐不会画，这样好吗？小俊，你过来，你告诉姐姐这些怎么画的，好吗？ 这些就是我的遗言。你都要死了，留这些遗言有什么用啊？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我在亦臻哥身体里的我们全都消失了。你问过其他的人格吗？ 其他那些人格都不想活了吗？没有任何的一个人格想要接着活下去了吗？所以你没有问过他们，你自己就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，是吗？他们不敢做出的决定。 那就由我来做。可是你没有权利做这个决定，你的身体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。正是因为
我们混用同一个身体，所以才会被当作异类，才会活得如此痛苦。可是你不是异类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还在活着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很多不一样的人，有想死的我，也有想活下去的我，有想要放弃的我，也还有拼命的想要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我。这么多不同的人，我们每天都在做着努力，我们努力的争斗，还要想要继续活下去。可是你为什么没有一点想要活下去的勇气呢？小军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不要跳好吗？你不懂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跳吧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跳，小军。反正姐姐不是也想抛弃一真哥吗？如果你真的想救我们，就不该迟到的。晚了整整2分钟。小军，规则就是规则。小军，小军，你不要跳。你不要跳，你不要跳，我求求你了。姐姐。小军，小军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跳好不好？这个世界还很大的，还有很多你没有尝试的东西，你都可以去试一试。给你自己一个机会，也给沈一真一个机会，你不要死好不好？真的，我求求你再坚持一坚持，你再坚持好不好？沈一真，你快出来！沈一真，你出来！沈一真，你真的把放弃了吗？你不会放弃的，你不会的。如果你要这么放弃，你也不会苦心奋战这么多年，努力活下去了，是不是，沈一真？你不要走，沈一真，你听到没有？你不想死的，我求求你快出来！我不准你死，我不准你死，你出来，你听到没有，沈一真？沈一真，你快出来！你听到了吗？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？我不想去死，你不要走，求求你了，你出来啊，沈一真。我说沈一真，我是沈一真。眷恋的年华，却只是短暂狂欢。这段的翅膀已在山野飞不成。刚才我差一点没有拦住他，他就跳下去了，吓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好害怕，我吓死了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好担心啊！你别这样了，以后我求求你了，我吓死了。那些狂热的沉默，再痛也不愿遗忘，全世界都被你吞噬了。湖边的梦也沉没在深海，暗夜里思念着谁，孤独的蔓延是无止境的思念，残缺的翅膀
撕扯着伤口，走不出你给的狼，透不出挣不脱枷锁。哟，苏总监您来了，我给您通报一声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进去就好。哎，吓到你了，居然这么专心的工作都没发现我进来啊。你怎么不敲门啊？这是在公司，不是在家里，催促里人呢，有人来不通报一声？是我让他不用通报的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莫名其妙发这么大脾气。还不是下面的人一个个都像催促里一样，没一个让人省心的。怎么，你来找我有事吗？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当然是跟你商量明天和伯父伯母见面的事儿啊。这种事你自己决定就行了，不用特地来问我，到时候时间地点定了以后告诉我就行。我先出去一趟。这又是怎么了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把这个药磨成粉，分成五份。这么小分五份？我要做什么还要经过你允许吗？不不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马上去办。今天天气好像还不错啊。哎，你这个点儿过来应该是堵车呀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你是那司机送的还是自己开车过来的？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您不太擅长绕弯子。啊，那个，我听说是你让白医生做你的主治医生的。是的。啊，本来我是打算送白医生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来着，白医生也很痛快地答应了。这可是第二次送去急救了，再这么下去，白医生恐怕连性命都堪忧了。我不是不了解你的情况，但是我还是要拜托你，不要再让白医生卷入你和崔皓月的争斗中了。在我眼里，她就是个小女孩，你和崔皓月的事情不是她能解决，也不是她能承担的。你知道吗，在小军占据我身体的时候，我听到了白欣欣的声音。他拼命地喊着我的名字，我就是被他的声音所唤醒。这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过的经历。自那一刻后，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在我每一次被剥夺时间和身体的时候，在我最无能为力的时候，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能像他一样把我唤醒，该有多好。你一定觉得我在痴心妄想，对吗？
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作为人群中的异类，躲躲藏藏的活着吗？来，吃颗糖。啊，谢谢。这里边有维生素、多酚，还有异黄酮，吃了以后呢，会让你的身体觉得舒服一些。这个糖啊，是白医生送来的。白医生说，人在辛苦的时候，吃颗糖，心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。明是个医生，却说出了这么不专业的话。又看到其他人了吗？这次是谁啊？如果是莫小俊的话，你一定要帮我转告他，下一次见面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白欣欣，嗯，你想不想变成有钱人？你要干嘛？难道是想给我推销吗？是不是下一步就要开始给我推销蛋白质维生素保健品？所有知道我秘密的人全都变成了有钱人。哦，真的呀，那我应该要变成一个超级大富豪了，因为我知道你好多秘密呢，我都知道你三个人格嘞。他们变成有钱人以后，全部都离开了我。我曾经为这个伤心过。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他们所有人都只想要钱，而不想跟我成为朋友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他们的选择是明智的，跟我做朋友会很危险。自从明白了这一点之后，我就再也不交朋友了。后来渐渐的，在我的身边堆砌起了一堵高墙，建起了一座城堡，把我自己囚禁在里面。我把所有的情感全部都抛掉了。我原本以为可以像对待其他人一样，用钱把你留在我的身边，不付出任何感情。但是现在我一点把握都没有。白欣欣，我收回请你做我秘密主治医生的请求，我就当你是因为迷了路，一不小心闯入了我的领地。这一次我会给你指明回家的方向，离开我这座孤岛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再也不要进来。沈银针，在这些日子里，你在我这儿的所见所闻所感都请保密。作为交换，你会成为有钱人。如果你对我有怜悯或者好奇的话，请统统忘了，因为你不需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我这种人身上，因为我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不幸。我真的不值得你这样做。
一真啊，你怎么样啊？哎，你经常不回家，妈妈都快忘了你长什么样子了。让你担心了，妈，我挺好的。这两天抽空去看您，您身体还好吗？我呀，哎，除了时不时受那老太婆点气之外呢，其他都挺好。你怎么样？还经常做噩梦吗？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你之前不是一换环境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就经常做噩梦吗？那天阿姨跟我说，你去了红酒仓库，你又不喝酒，去那儿干嘛呀？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没有什么不开心的。噩梦什么的也……我很怕火和地下室，但是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就不害怕了。也很久没做了。真的吗？你可不能骗妈妈啊。好，一真啊，妈妈有客人，回头再打给你啊。哎，再见，拜拜。坐。帮我找个孩子。照片上这个女人是孩子的母亲，21年前车祸去世了。你就从这个女人身边开始打听，会找到一些线索。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这一回要比任何一次都要小心谨慎。听懂了？你好，我找一下你们云主编，他在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非常想念我？嘘嘘嘘嘘。你怎么来了？问你啊。那你跟我同事又怎么说的？我就说我是马赛克粉丝团团长，他们也没有异议。我戏那么好，谁会怀疑我呀？哦，好吧，那你想喝点什么？咖啡？没有。橙汁？也没有。有什么？水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健康了？我最近在减肥啊，你看我有没有瘦一点？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吧。哎，跟你说正事儿哈。嗯。这两天呢，又有很多影视公司来找我，都是国内比较大的。嗯。他们都想要你小说的影视改编权，关键是价格给的还特别高。你最近缺钱吗？缺。那我给你们打电话了。哎。闹着玩的，认真就输了。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你就应该安心的放在创作上，现在才是你最好的状态。我这回来呢，是想问你，我之前给你那个小说策划案你看了吗？看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，非常好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好。哎呀，就是一本非常普通的家族恩怨纠葛的悬疑小说啦。我特别想知道后面的剧情，赶紧告诉我。打死也不说。打不死就说。哎呀，这从何说起呢？这就要追溯到21年之前，一个孩子被收养的那天，他失去了那天之前所有的记忆。这个孩子跟他养父母的亲生孩子，一直以亲生兄妹相称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听到了父母之间的谈话，他才知道，其实他是被收养的。但是他也同时听到，
他之前失去的那部分记忆跟一个家族的名字有关系，所以当他长大之后，他就开始秘密地调查这个家族，直到有一天他得知这个家族中有一个男孩跟他年龄相仿，他就开始有意接近这个男孩，然后就先讲到这儿吧，就没了。哎呀，你这么早知道多无聊，你到时候看成书吧。哎，不过你这小说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呀？我看你专门去美国取材了，也是因为这事儿？取材是必须的，而且只有深入的取材之后，才能知道到底是虚构的还是写实的。嗯，家族恩怨，还有你专门让我去帮你找的关于沈氏集团的资料，跟这个也有关系？您这边请。您朝这边走，左转就到了。是啊，我是听别人说的。据说呢，长得是吴彦祖级别的。关于电影的事宜，马赛克态度非常强硬地拒绝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收获？也不知道算不算得上收获。在我去见总编的路上，在总编办公室门口，我碰见了马赛克粉丝团的团长。听总编说，是因为过两天要开朗读会而来的。朗读会？没错，是粉丝团的一项传统活动。在朗读会上，粉丝们会朗读马赛克的所有作品，还有自己写的小说。据说作家也会匿名参与，偷偷听一听他们的反应。很好，你帮我尽快确定一下朗读会的日期和地点。好的。哎，还有，尽可能的想办法吸引马赛克的注意。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朗读会的场所，酒水小吃，或者可以赞助粉丝团纪念品。你也多想想。好的。你干嘛去？好，我去完成一项董事长交给我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相亲。喂，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好吗？就好像我要出卖灵魂一样。我只是出于礼貌去见一面而已，很快就会回来。那我……哦，对了，你不用跟着我了，我自己可以搞定。注意安全。哎，你快点。伯父伯母。哎呀，来了，我们没迟到吧？没有，我也刚到。我们先进去吧。好。好的。沈先生、沈太太，欢迎你们。我儿子还没来吗？还没有。他没跟你说他晚到吗？没有啊。那公司有别的事儿？可能吧，可能是临时有事儿。又大又傻。还是我来打吧，伯父伯母，你们先进去休息吧。你好。哎，这边请。好。喂，老严。怎么还没来？伯父伯母都到了。哎，抱歉，我今天去不了了，汪姐还有重要的事情。难道我就不忙吗？这几天真的很奇怪。放我鸽子也就算了，连你爸妈的鸽子也要放吗？
不是一定要参加的行程，就不要告诉我一定要来啊。为了今天，我可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推掉了。现在你不来，我成什么了？你让我怎么跟伯父伯母说？我一会儿打给你啊。喂。真是太过分了。你说要准备什么？堵上谁的嘴啊？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，董就要准备一些好牌，让一些人闭嘴。哼，这所以呢，就为了准备好牌，你把订婚的事扔一边去了。哎呀，你别着急嘛，等时机成熟了，自然的水到渠成。怎么连你都不明白呢？啊，跟婉言订婚，确保足够的股份，这也是一张好牌。听说董事长在撮合沈怡珍和 IG 娱乐的二小姐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沈怡珍翻牌了怎么办呢？ IG 娱乐的唐总可是相当看重出身的人呢，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儿轻易就嫁给沈怡珍啊？一真啊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啊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谢谢。两大集团的千金和公子就约在这种地方见面，也太不正式了吧。你还是太不了解他了，他可一点也不单纯。婉言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楼上和冻结哥的父母吃饭。你都是有女朋友的人了，怎么还来相亲？看你脸惊讶的样子，你该不会是还不知道吧？啊，也难怪。反正我们的婚姻都是长辈们的商业战略，但是在这里坐着的每个人，谁又没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史呢？你和星辉集团的三少不也正打得火热吗？但是更让我惊讶的是你，我还以为你对你那位当医生的女朋友特别认真，此刻应该在热恋才对，还想着能不能看你们俩走进婚姻的殿堂，好给我们这些没有自由爱情的人一点婚姻的希望。不过今天看来还是可惜了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啊，想起来了，时过境迁，脆弱的感情和能握在手中的利益相比较，当然还是利益比较重要，对吧？所以你跟他也划清界限了吗？也威胁他不要越界，一旦越界，你就会像羞辱你的初恋一样狠狠地羞辱他。所以他如果有自知之明，就应该离你远一点，不要来打扰你，对吧？不要让陶小姐为难，我们改日再聊。不用了，我说完了。本来也就只是路过，结果稍微多说了几句。他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单纯，还是很有野心的。好好发展吧，希望你们的婚姻不要成为商业战略。我可是站在你这边。那个票都买好了吗？嗯。啊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还担心你会因为莫小俊的事情而改变主意呢。看起来我是想太多了啊。你行李就这么多吗？嗯，
宿舍就这些，我还得回家一趟，也没多少行李。啊，我又不是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对对呀，对，又不是一去不回。那白医生，那就一路平安啊。好了，主任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。白医生，精神科医生不是万能的，不要太勉强自己，咱不可能拯救所有人啊。如果心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，那你可以想想清楚，那究竟是什么。如果是怜悯或者是自责，那你就可以尽管放下了啊。带着轻松的心情出去走一走，等到有所成长之后再回来，好不好？是，我还得多久才能出院？别着急，做完几项检查就行了。啊！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不好意思。我先走了，谢谢。你一定觉得我在痴心妄想，对吗？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作为人群中的一类，躲躲藏藏的活着吗？你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？关主任，你好。有什么问题慢慢说。您是名人，想见一面还真不容易啊。其实是我堂弟向我极力推荐您的。哦，对。哦。他说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医生，但这小子光说您在国外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他，却死都不肯说从您这里得到过什么帮助。如果真是有问题的话，我这个做哥哥的也想多帮帮他。看起来您不是来我这里咨询有关医学方面的问题啊？啊？今天确实有问题要向您咨询。这个究竟是什么？作为医生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什么？那我就直说吧，这是沈一真最近在吃的药，这小子身上到底有什么问题？这个东西是药还是什么其他的？这些医学问题，我能向您咨询吗？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想找一下白欣欣医生。白欣欣医生？白医生他已经被暂时停职，现在不在医院了。不在医院了？啊，哎，刚刚白医生不是还说先去关主任那儿打个招呼再走吗？好像是啊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谢谢啊。
出来，沈一真，你他妈放弃了吗？我不准你死，你出来，知道没有，沈一真？是因为想了太多，还是我庸人自扰？就这样被你一笑而过，那些作废的誓言，努力却也忘不掉，全世界都被你占据了。沉默在深海，暗夜里思念着谁？眷恋的年华，却只是短暂狂欢。折断的翅膀，遗落在深渊，飞不出漫长。是因为爱了太久，还是我无法自拔？就这样沉迷入梦入醉，那些狂热的缠绵，再痛也不愿遗忘，全世界都被你吞噬了。沉默在深海，暗夜里思念着谁？孤独的蔓延，是无止境的思念。残缺的翅膀，撕扯着伤口，走不出你给的狼，逃不出，挣不脱枷锁。